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在这个欢乐的日子，不如让我们一起去苗家寨看一看他们又是如何过节的。下面请观众朋友们欣赏由俄州现代中文学校少儿艺术团为大家带来的舞蹈《喜讯传到苗家寨》，指导老师陈永格，领舞范玉敏。Thank you.